去耶、欸！一群女孩子在赶吃饭呢、啊，八点啊，也吃饭时间啊，吃饭时间到了，吃饭喽！还可以找出一排的屁股，这边有金币哦，真棒！刚、啊、还有，这边没有，对啊，那记忆登录了吗？我游戏一直崩溃。那你跟你讲，我上次也有发生过那种事情，然后最后怎么处理？重开机啊！对哦，直接重开机，没有事情是重开机。我觉得游戏卡住了，有的话就换一台电脑。好，有的话就再重开两次。对啊，换一台电脑就好了啦。换一台电脑，换一台电脑就好了。没有什么，没有办法解决。跟本团申请。嗯嗯，他说嗯，没钱，没钱，没有钱，没有钱。他说他同意了，他同意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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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同意了，同意了。我要没钱。妈妈要十块，妈妈打 call， 妈妈打 call， 好可爱哦！你谁啊？超凶，凶爸爸，妈妈好凶、啊。没有什么是团团的钱解决不了的。对啊，没有是团团的钱解决不了的。你们去找巧克力，你们去找巧克力。如果有，再多找一个人，有没有？再多找个团团。这要有两个团团就可以解决，太棒了！真的。我们等一下那集，好，我们可以先介绍，好，好，自我介绍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新的地图，这个地图呢叫做 UHC， 叫做 YouTuber 生存竞赛。哦，可以先说个它有点类似 Bingo 竞赛的那种方式，只是我们要做的不是道具，而会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任务。嗯，哦，那等那集来，我们再详细介绍。我们可以好。一样，由上到下自我介绍。第一个大美女，第一个就是我哎、欸，我36D， 我是36D 波波。36D 哦，我超猛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用鬼龙攻战。没有，然后哦不好，好像讲错，我说看过的都说赞。那谁看过？没有人看过，所以看过我真是尴尬。自己看过，自己看过，看过说自己赞的。好，那波波虽然那个频道没有在做了，但是他曾经有频道，说不定未来没有，没有，曾经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波波的房子很，曾经说不定未来会有。波波才会盖房子的，没有，哇哦，没有，是两个洞，然后放个门就结束了。两个洞放门，下一位。欸，大家好，我是好久不见的一群、啊、我先预定雷神位置了啦。这有雷神吗？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允月。下一位。哦，是允月哇。那换我了。嗨，我是繁星。下一位。我是阿纪。嘿嘿，我还在弄直播，下一位。巧克力，哎、欸，没有把你打下去，可恶！哇哇，下去了。下一位。Hello， 我是小鱼，我还在 NONO 啦，记得要来看。对。多看一下他，多看一下他，他是我的笑。我在这里。波波女王就是你了，等你惩罚。我是闪闪，闪闪直播在哪里？直播 FB， 都整个月而已。说不定，大家去看就有下个月了。对啊，对，快来看我们两个。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米。下一位。嗨。我是杰克，下一位，请问杰克，瞬间，换我是吗？不要带，没错啊，我正常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虽然我比较小咖，但我还是也在 NONO， 麻烦大家不要忘了我。两个女王，两个女王，两个女王，两个女王。下一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比。下一位。是我头是不是断讯？刚刚好像有点不太清楚。有电磁波干扰。啊，关键的哦。什么关键的？我是关键的吗？你不要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菲。然后我很久没出现了，但是我现在近期应该会再回来这样子。然后我换新频道了。
所以大家要去新频道，因为我被判定成未成年啊！哈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超扯，超级可怜，这真的超扯的。留言全部都被禁止，哇，都被锁起来，而且持续一年多吧，然后都没有解，已经两年了，我记得已经超过了。那个阿嘎也是这样，他的 life 也是这样，可是阿嘎就莫名其妙就解锁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而且我还有去问，我还有去联络，结果他们就说这好像是美国那边判断的，就不是台湾，所以就没办法，无解。那真的没办法嘞。对啊。啊，米菲新频道，大家可以去加油。好，都玩低吧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，下一个。怎么了？下一个。好、哦，下一个是我吗？哎哎哎，对，是我耶！哎、欸，我终于不是最后一个嘞，我一直以为我都是最后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大写歪，有大写歪，有大写歪也太好了。嗨，我是熊猫团团，好，下一位，哪吒。开错账号，不然压轴还是你啊？结果是变字母是最后一个了，我是哪吒啊，我是最后一个。你知道你刚刚那个？你刚刚登入断线，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 ID 是不是外流了？对啊，是谁？是谁？我当时就开这个 ID 啊，很陌生哦，还没习惯。有最后有那几，之前那个没有办法换指令了。你知道怎么可以这么快的吗？这么快？你刚刚不是看我在转圈圈？人家在，人家在自我介绍呢。对不起，对啊，介绍，介绍，介绍完了啊。我以为介绍完了。我们这个介绍这张地图，好吧？它叫做这个我们的生存竞赛 ，YouTube 生存竞赛。那它的游玩的方式呢？就等一下我们进去，有15个人嘛，一样会三个人一队，总共会有5队。三个人一队。对，那5队呢会有两队两队，就总共会有4队，会是收集任务跟讨伐任务的组别。嗯，对。那什么是意思呢？就是收集任务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的任务，应该怎么说？第一次介绍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好，我们会分成各个组啦。那每一组会有一个主线任务。嗯哼。那如果那个主线任务完成的话，因为我们这最后会比积分，主线任务完成的话，你最后的积分会 double 乘2。对，哦、主线任务以外呢，也会有很多的支线任务。支线任务去完成，就会有一些累积的分数，它都是十分十分的累积、嗯。那主线任务分数比较多、嗯，而且最后分数会成2倍，所以主线任务非常的重要。OK，、嗯、对，那我们就会分成收集组跟讨伐组。那收集组的话，顾名思义，它的任务就是偏向是收集类型的。嗯，对，就可能是要收集什么金苹果啊，或者收集什么多少的书柜啊之类的。嗯，那讨伐任务的主线任务就会是讨伐类型的，它可能是要讨伐什么一些特别的 BOSS。嗯，我们这里面的怪物呢也是特别调过的，那它会有一个是可以变成 BOSS 型的怪物，这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怎么弄。嗯、对，那讨伐怪讨伐任务呢，就主要是要去讨伐的。对。那然后呢，还会有一个，嘿，是讨伐人，讨伐人，讨伐人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一个组别呢是比较特别，它叫做战斗组别哦。它的任务呢就是要讨伐在场的所有的各位，真的有哦，对，真的有。凶哦、那我们这个游戏的进行呢，会是以 UHC 的方式。应该说不算 UHC 啊，就是不回血的方式。哦，嗯、对，不能对受伤是不会回血的，可是死了会复活。死了、嗯、死了的话，它会原地复活，不过会有30秒的时间，就是你30秒后会原地复活这样。哦，对，那讨伐那个战斗任务呢，就是要想办法杀死找到所有的人，然后去把他们都杀了。嗯，哦，那这边要强调一下，就是你杀一个人，比方说我杀了小雨，那我就会有小雨的分数。哦，对，那再杀一次就不会再有了，再杀一次不会有，不要鞭尸就对了，对，不能鞭尸，你鞭尸也可以，就是没有分数，你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对，你可能反过来被他鞭，逃杀了，反过来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有点兴趣哦，可以，鞭尸，我们这边会口头规定的，就是如果你是收集或是讨伐的组别，你不能互相残杀，好，但是你可以去杀人组别。所以杀人组别就是全员的功底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。可是因为杀人组别基本上他们都会很努力的去农庄啊，因为如果你是收集任务的人，你可能都没什么装备，因为你不需要，你的任务本身不太需要。对，所以战斗组别基本上会是比较厉害的。
那战斗组别就要小心，不要死掉。为什么这也是强制游泳啊？然后也要特别提醒哦，就是因为它是不回血模式，可是如果你从头到尾活到最后都没有死掉过的话，也会有额外的生存分数的奖励。对，我们这就是比最后的总积分嘛。杀人组别就是杀人会有分数，那其他组别就是你完成主线，最后分数会两倍，那也有会有很多的额外的支线可以去完成。好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。OK。好的，好复杂的感觉哦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会先来一个小测试的一些，它有一些小系统。好，这边可以先看，就是它里面呢会有商店，在我这下面可以打开来。你的下面？因为没东西，下面是空的、欸，没东西啊，你下面是空的、欸，空还是如也？下面是空的。有，很棒。你怎么了？没有、啊，上面黑黑的。可是真的，这是空的、啊，空的、啊，这不像是，对，这不像是个人的吧？哎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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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有，很满，很满，哦，下面好满哦，哇，满，满满的。我现在被烧满了。这个呢，关键是可以先看那个左上角。嗯，就是你完成任务的话，除了分数以外，也会有钱，那钱就可以来买这些东西哦。额外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去卖东西，比方说，如果你有鹅卵石，你就把鹅卵石跟这个告示牌去互点，就把它放在这里，它就会获得那个钱。对，那这些其他的东西呢，就是可以去购买的，比方说像中间有没有可以有队伍的幸运，或者是让全员发光，尤其是杀人组。杀人组别很需要就是发光才去寻找，是，那也有这种召唤队友、哦、把队友召唤过来，以免你们迷路了。然后他的那个键匙就是下一页，你要按 shift 加左键就可以去切换、哦、对，那这边就是召唤怪物、哦、那最后一个是建筑相关的啊，就看有没有需要。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就是像讨伐任务啊，刚刚有说他基本上是要讨伐 boss 的。对，那在第一页的那个上面有一个恶招梦泪的合成配方哦，这个东西呢、哦、就是按照它的那个配方就可以合成出恶招梦泪，你只要拿着恶招梦泪对该怪物 Q 出去的话，它就会变成 boss。 比方说前面如果有一个僵尸，那你拿恶招梦泪对它点 Q， 对，那那僵尸黑就是黑曜石，黑曜石。好，深蓝色字好不清楚。你们在看什么？我怎么看到？在第一页，那个纸，那个纸，第一页的讨伐任务比较麻烦，就是还要打 boss， 可是他 boss 有些其实蛮容易解决的。那 boss 的召唤的话，就是你要用恶召梦泪去 Q 给他。对，那如果你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那个怪物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下一页都会有各种怪物的生怪蛋。对，那你就可以把它直接用买生怪蛋的方式，然后召出来，这样子。大概是这样子，它的定价就是下面那个加十加十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是它的定价，加十就是多少钱，然后满。那它的钱都是算个人的哦，不是算队伍的，所以你就是看左上角的告示牌，看你现在有多少钱。OK， 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先简单进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多，我全部一段，对，有点爆炸，我脑袋爆炸。脑子混乱，你不用想那么复杂，简单讲就是完成任务就对了。不用想那么高的，完成任务就好了。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哦，这只是就是看上面的，因为还没开始要介绍滋养身心。三个金苹果，我不禁言，我是哪里？没有没有，先各位招过来。好，先招过来，大家很看。现在手上第一个物品栏有一个任务清单嘛，点右键它就会更新。然后它你会看到它的你面向的位置也会改变，它面向的话会把你面向中间呐、啊，因为有边界。对，但不会缩圈。好的，那再打开物品栏，就是物品栏一嘛，然后看那个任务清单，你就会看到有没有各个的任务。有三个任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个任务，第一个就是我们你们那一队的主线任务哦。我是二档哎，第一个。对，第一个哇，这也太难了。第一个是主线，超难的。所以就是比较困难，比较困难。那二跟三就是支线任务。嗯。那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支线任务完成的话，它也会再配给一个新的支线，所以支线任务是。哦，支线任务可以一直刷就可以更新，可以一直解，一直解。OK， 哦，然后支线任务的完成呢，是要交由队友的队伍的一个人啊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是要杀某一个怪物十只，那你就是让一个人去杀。
对，哦，集中他去杀，对。那有一些是上角任务的话，就是你要把上角的东西放在副手，比方说可能你要草地十个，你就把草地十个放副手，嗯，然后再点任务清单就可以上角了。那，嗯，我有问题。嘿，是。他上角那个任务是可以累计的吗？就是你不一定要，比方说你有100个小美，哦，没有上角要一次上角啊？那那个小美要怎么一次上角？啊，100个是不是？那就是可以累计，啊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哦，这个地图我发想，但系统是永远解不了。结果这里堆叠只有60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，你拿任务清单蹲下来去使用的话，就可以招商店。哦，可以去看。那这有一个小 bug 啊，就希望大家不要用，就是那个商店是黑曜香嘛，就这个不要打掉。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打掉就是。啊，了解。打掉，他有那种自己打掉会是没有办法，但是队友可以打掉，那个很难处理。哦，对。哦。哦。哦。自主规则，自主规则，自主规则，好不好？大体上就是这样，有人有问题吗？暂时没有，我跑了一段才知道，要跑一段才知道。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，就打999，好不好？我就会过去找你。原本是希望本进来，但因为他今天工作繁忙，好不好？所以打999，我就会来了。好，所以他也是极限不会回血的那种，不会回血，但是会复活。小雨你怎么死？但是商店有一个是可以回血的，9块钱、10块钱可以购买，可以买那个回复的那个。对。哦，这个好可怕，吓死！不害怕，不害怕。还有重置功能还真不错。没错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指令包啦，所以其他人也都是可以玩的。原来如此，那这样还不错。我是可以放在其他地图上面来玩哦，方便。没错，哦，好帅哦！100分钟，哇！我在看他这个效果怎么做的啊，圆的耶！大概在看这个，所以我们只要到那个，他就会到那个只有0.5格，他会自己变成游泳状态嘛？爬行，爬行，那叫爬行，爬。游泳中，那我们游戏时间就80分钟，好不好？80分钟，好啊，不会是在1000格，它不会缩圈，不会缩圈，所以二档的话就是杀人队，你就是真的要利用发光来去寻找。哦，还有一个道具，还有一个道具是会知二档有一个道具是知道对方的位置，那也是要花钱买，就是商店里会有。嗯，好，二档可以买那个吗？好像是只有二档才可以买。嗯，哦，特殊道具啊，口头规定喽。口头规定，男生狩猎对峙，好吧，狩猎对峙，对。然后游戏呢，每10分钟也会有一个小事件，嗯，它会在对话框会有，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每队要派出几个人，那你就是那队按确定的话就会派出来。哦，好酷哦，那个人按确定，会有一些额外的小事件，好不好？好，对。谁跟谁结婚的事件？不会，很想结哦。那就来喽，好，随机分队。我帮团团说一下，我帮团团说一下，他要上厕所。他没有老用啊，我们等下上厕所怎么办？大家是什么队伍？探寻呢？干屁啦！我们是队友好，哎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小心他们！太扯了，这么凶啊！打恶魔！哎，打架是谁啊？哈？谁？没有打。杰克，我们不是打架的。对，各自分开，各自分开。我们真的死了，不用怕我们。对。我们其他的可以打二档吗？没有，不用打我们，我们会对你们好。为什么要打我们？我们对你们很好的。啊？可以反击二档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古力帕女王。苦力怕女王，苦力怕女王，其实她招的都还好，她招的都还好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刚刚讲什么？第一个、第二个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是主线任务，二三都是支线。哪里看第一个、第二个？没有，我们进去才会看。进去会有一张纸，对，进去就是看那个。他现在只是告诉大家每一队的主线是什么。啊，所以那个炸兽女王就是主线任务吗？对，就是苦力怕女王，苦力怕女王。嗯，好 ，OK，
OK， 哇，嗯，超恐怖，有问题就打九九，Go Go Go， 我们的生存竞赛九起，哎呀，有。有没有游戏中不死可以获得额外40分？好哦，小心也被喝糖给杀了。好，只有80分钟，我们蛮靠近中心点了。等一下，不迟钝击倒三只骷髅，击倒十只沉尸，完了，我们都好困难啊！完了，沉尸。我刚刚有看到沉尸的任务啊，有。可是十只哎，十只很难啊。不迟钝，我想说我们可以这样子，就一个人拿，就一个人砍，然后一个人砍，吸引之后让别人砍就好。对，而且我们是讨伐组别，我觉得装备可能基本上还是要有。对，讨伐的意思是打怪就对了。对，就是它类型都是偏打怪居多的，像我们祖先都是苦力怕女王啊，真的。我觉得盾牌可能要蛮多的。嗯，在范围外正常吗？范围外，好的，我过去看看啊。好，你去看看。时间到了就解禁了，有没有？全员逃走中，真的是全员逃走中。哎，来挖一点石头。他说什么可以换什么东西是怎样？就是你，我刚完全有听没有懂。你 shift 拿着那个子 shift 加右键，嗯，会开箱箱。对啊，就可以换啊。你说怎么卖东西是不是？你是问说怎么卖东西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好问题耶。好，我看一下。鹅卵石十个哦，他有写，他有写 ，shift 加左键可以买鹅卵石十个算一块，是20个算一块。也是可以利用金钱的力量去那个啦，找怪。招怪，至少苦力化女王是一定要的。然后做木桩，他没有野生的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就先努力，先做基本的盾牌，我觉得要多一点，因为打苦力化女王可能会蛮需要的。真牛的 ID， 不意外。没事，其实就是挖一个坑，然后让里面生苦力怕女王，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努力打，应该就还 OK。噔噔噔！哇！巨斧特加左键购买。哎，怎么了？牛牛的名字真的不优哦。哦，有了。叫什么？兔牛。兔牛又来了，那这些都是特殊的，而且打他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掉落物是可以换钱的。对，我在打了。好，地狱石英，所以是可以打了。嗯，基本上晚上，喂，附近哈记他们是什么啊？没事，他们探索。我刚刚看到哈记探索，隐形探索，没事。而且刚刚他们那个二档其实算是暗示，他们有跳说那个在边界外，就代表他们是很远的地方，嗯，所以没事，没事。看到西瓜好想打哦，探寻呢，好想吃西瓜哦，吃，好想吃西瓜哟，他一直在我们旁边啊，白痴！对啊，可是我们不是那个二档打人没有？对，就规定比较互打。对，第一届而已，第一届别互打啊，以后就不一定了。以后熟了之后就不好说了。兔牛有没有跑超快？它是牛，反正它是牛。可是有一个羊角长得跟兔角一样，哎 ！Oh my god！没有，那只是样貌像而已，要看他的名字嘛。嗯，哦，你们好远哦。关键还是看名字。我们我先去挖铁好了、啊。好、啊，这里刚好有个野生的洞窟。哎、欸，你去看看。哎、欸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？里面有窟窿，有窟窿，可以完成了，上啊，加油！不迟钝击找三个，里面三个窟窿。要
要同一个人完成是？那就是一个人举盾，另外一个人打吧，因为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做好。好，那个，这有铁，这有铁。我今天才想到这个问题。嗯，因为打怪的感觉比较难判定，不知道到底是怎样。对。哦，这里可以做盾的，可以做盾的，很多铁。你这么强？就在你这个洞口的煤炭旁边。哦，那你赶快盾牌。哎呦，我在做了，我在做。那。怎么办？我想一下哦，我知道一个人举盾，另外两个人，对啊对啊，另外的人，另外两个人 A 先打一下，有没有？尾刀交给 B， 继续举盾，对，对，我们等一下第一支枯弓就试试看，两个人都暴击，小雨举盾，然后繁星先暴击打，我再暴击打，好，哦，两下暴击应该就死了，这样感觉还不错，行，点下来试看看，就在这洞，想要再烧了，再烧了。啊，这个不迟钝的怎么做到的啊？哦，怎么了？哦，我的铁怎么不见了？啊，你附近该不会有人偷你东西？真的吗？哈基他们啊，红队在附近，他们是偷你东西。可是我刚下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啊。我这边就是哈基啊。哦，那可能在他身上。那是偷东西，铁都被他拿光了。全部吗？对，八个。哈基，你是在集八个铁干嘛？他们又不用打怪，干嘛这样？哈基真的是在集八个铁嘞，我的天，真的很快。小心哦，那边有铁。可是掉下去哦，那是下面空的哦。下面是空的吗？等一下哦，先做一点阻挡。啊，没吸到，没吸到。还有一颗，先一个就好。吸，有，真空吸引，我吸到了。这里太暗了吧？那小雨，你们先跟我们汇合。哦哟，好。哦哟，好。哦哟，不是我，突然看到一只蜘蛛。蜘蛛，我们还不需要。嗯。好，我。我们要先把简单的完成，这样它才会有新的资讯。哎，哈基要死。好。哦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哦。团团他们在附近啊！他们在附近而已啊！他们在附近，完了！打掉！完了！小雨，你在哪？我在。这不是你刚的洞吗？我们在28061416。22280哦，那有点远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在不同地方。哇，真的在哈基身上啦。他真的很坏耶，跳成就来硬的了，所以他果然才会死啊。对，恶有恶报。所以你们在桦木林那边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但至少他们感觉是分开来的，有没有？而且，对，我可以做一个盾。如果他二档现在再怎么样也没什么装。对。所以是可以打的，是可以打的。我想去挖一点土。我看到有个 ID。先只能看蹲，对，是你，现在还没写 ID 啊？吗？有啊！刚哈基的 ID 我是有看到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所以刚我以为看到那个洞是你们在下面，就是其他人，来，没有，我这边挖土而已。哦好，盾给你，土盾，这样掩埋会不会很奇怪？不管。微妙，有埋有希望。啊，好像是大洞。对啊，这洞还有另外一个出口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好，刚刚下面有那个窟窿，有看到了吗？没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，好像是红色的。红色的。二档，对，二档。小雨，后面，小雨，不对，哈基，不是，红色的，对，红色不是二档，我哈基白痴，不是，他一直来这里，他好烦哦，而且那里代表有前面有一个洞，啊，刚刚这里还有窟窿的，哈基一来就不见了，没了，不见了，被吓跑了，我打他哦，远离。啊，有铁，对，我去按，
哎、欸，谁、哦？我按了按了、哦，什么什么什么生死道，就是要活到最后的，活到最后的。好，你们先退哦，因为我不在了，我去解任务了。好好好嗯，我刚刚讲，我挂个电话。对话框，对话框有任务哦。哦，羊角，是不是长得跟兔角一样啊？我你看我手上拿的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我这边有点孤单。哇，他给武器耶！武器很不错哎。可以选择不去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这任务失败不影响。这来的是赚的、欸，赚的过去就哦，住，不亏啊！这个死了不影响生存点数啊。就只有那个、啊，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如果没有人要来，你知道这就回去过去，没孤单。他们以为你在骗他们。啊，对吗？光写的很清楚。欸、他进来，他不是他已经死了，死他下面打哭工。哎、欸，这个蜈蚣有特别的名字哎、欸。对啊，他特别。杰克说：“万死霜，他怎么知道？”哎、欸，还是繁星我等一下。你先去猫一下蚁，我先猫他一下。对。任务暂时提供的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打他，我还没打他。好。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是杰克，怎么看得到？好，一个。哦，他怎么又出现了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干嘛、啊？谁？哈基吗？哈基啊。他刚刚就是白痴啊，一直出现啊。他死掉是会从那个，就是重生会在死掉的地方。真的没有人，没有人过去啊。对，有我们获得十分。有我们获得十分，耶！20块钱十分，耶！有点孤单，阿纪好烦哦。他到底在干嘛啦？是有干扰组的啊。对啊、欸，你身上有那个效果哎、欸。我吗？哦，那个暂时的，暂时的，对，抗火。哎、欸，刚刚有看到哭光吗？我刚打掉一只，刚繁星打死一只空，打死一只、就是，好，哇！我想说我们一起上，那等一下再有再来打，晚上了吗？接到外面、欸，晚上了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再多一点铁装吧。对啊，哦，他们有完成任务了、欸，哇，打魔之光，好猛哦、啊！还没事，还在嚣张。哦，没有，他打追，没注意到，嗯，没看到。嘿、欸，有没有这洞够深吗？嗯，这里没有很深，可是我躲在一个小角落烧一下铁，我怕哈提等一下又跑过来。我想说晚上是哦，引光室是回血的，以前是这样设计啊，可是他刚刚哈基是被引光室打死，不是啊？对，所以我不太确定，因为他太小，因为那个太少血了，来不及回了。因为那怪物指令包有为这个系统特别去做调整，就跟原本的不同了。嗯，对，就原本的影公司是会补血的。小、啊、这个是你吗？蹲一下。是我。好，我蹲。是你。好，是你。我打一下呼吧。